可能我还年轻，还有很多路可以走，可以重新来过。这么好的女孩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帮忙。女儿也是，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。我活该，何必呢？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，都要戴发片、假发。我也没有在避讳了，只是觉得也很累。真的，人生好难啊！我也想要留着胡子，秃着头就上去，这是遗传嘛 ，DNA 啊。好了，我还是最对我爱的人跟我爱的人说抱歉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